感谢金鸡奖颁发这个奖项给我们，这是对我们立体设计全段工作的肯定以及支持。我们会更加努力，创造出更多、更好、更感人的作品。最后，我代表立体设计的所有小伙伴，衷心的祝愿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同胞能够这个共抗疫情，排除万难，平安健康。谢谢。